你属狗的吧？我让你去，没让你养。昨儿都被你咬的还没好呢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来我房间干什么呀？哎，这以前想方设法往我房里钻，到手了就不稀罕。瞧着这盒口之衍生，不像是我的呀。嗯，送我的。嗯，送就送，你卖弄什么姿色？这口之颜色正正好，不试试吗？那试试。但是我的小腿却满足了他的命运。我们像漂泊中的渡口，远处像重生的蚂蚁，有几分冥冥之中也要我在等没等到的回头。
得。不要在我还没有回归正式之前，早早的来到了我的王爵，因为我再不想见到你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你有多冤魂多冤，要是你去报仇，你绝对对上我。日也难安，生不如死。崩溃，紧紧的抱着他。边的萧铎在干嘛？萧长爷，你可来了！好看。哎，你还有伤吗？你就像我这样。伤，他伤在那边。哎呀，完了！你碰着我的头了！完了。我开始迷恋，来在一起的感觉。